这也是我这么奉公守法的人第一次，也是唯一的一次被警察抓过的真实经历。我家就在前面，正准备过那个路口，突然有个警察冲了出来，把我拦下来。哦，有时候真的会被日本人气死。我27岁的时候辞掉台北的工作，移居日本，之后在日本求学、工作到36岁。单看学经历，好像在日本发展的一帆风顺。靠柯林，现实生活中哪有那么多一帆风顺？大部分的时候都马在乘风破浪。就像大家常说的，去日本玩和在日本住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集就用亲身经历聊聊三个在日本求学和职涯中，日本人让我破防的瞬间。难道都不能通融一下吗？我在日本薪水大公开那集提到过，从台湾Toyota辞职后，我在日本的第一站就在庆应大学日本与日本文化教育中心学日本语。先特别声明，我非常感谢母校庆应大学，到十几年后的今天，我还跟当时的先生们往来问候，真心感谢。但我没说过的是，那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，真的差点被气死，这也是日本给我的震撼教育。当年一样可以选选修课，像是口说、敬语之类的。这里有个时间背景要特别讲一下，因为会跟接下来让我气到差点爆血管的事非常有关。庆应大学一节课是90分钟，第一节课从早上9点到10点半，休息15分钟；第二节课是10点45到12点15，中午休息只有短短的45分钟；下午1点又开始第三节课到2点半。好，所以12点15分下课后，东西收一收，走到食堂大概就10分钟了，然后点餐吃饭，还要在下午1点前回到教室开始准备第三节课。重点来了，那时候选修课是教纸本申请书，收件期限在某天的下午2点。当天我1、2、3节都有课，2、3节之间的中午休息时间实在太赶了，如果中间再去一趟事务室，那真的连午餐都不用吃了。而且我很乖，上完第三节课2点半一下课，火速冲到楼下的事务室交选课申请。走进事务室就看到一个压克力的框框贴着选课申请缴交，负责的承办人员也还在。但当我走过去说要交选课申请的时候，承办人员指着贴着的公告办法说，选课申请的缴交期限到下午2点为止，现在已经2点半，无法受理。我那时候日文还很蹩脚，但是还是很努力的跟承办人员解释说，因为早上连续上3节课到现在，不是故意要耽误的，而且明明大家的选课申请都还在框框里，学校根本就还没开始处理，就差个半小时，而且还是因为第三节上课时间就是到2点半下课，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啊。但承办人员紧咬着公告的收件期限到下午2点，怎样都不肯收。后续还有其他学生进来想交选课申请，承办直接把框框收起来，坚持不肯让任何学生交。后来包括我在内，这些締め切りが守らない不遵守期限的学生通通没有选上选修课，就只是因为承办不肯收。我完全承认没有遵守截止时间绝对是不对的，但是一来学生也是按照学校的上下课时间，二来学校也还没开始处理，难道就不能通融一下？或者庆应是故意给学生一个震撼教育，告诉我们在日本社会规则就是规则，没有通融的空间，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大过规则，超过时间就是超过时间。等等，都还不说什么年代了，还在教纸本的选课申请，真的被气笑。但后来在日本就业生活，就会发现日本社会的确充满了各种ルール、マニュアル，而且日本人真的没再给你通融的，期限就是期限，规矩就是规矩。在日本遇得到 99.9% 的窗口，态度可能满分，但是完全按照ルール、按照マニュアル执行，没有再根据情况判断，也没有再通融的，很像是在跟机器人对话，而且还是以前发出机械音的那种，回答还有行动完全照输入好的代码。但是更深层的问题是，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坚持照着ルール、照着マニュアル行动呢？我在日本竟然曾经被警察抓过，这也是我这么奉公守法的人第一次，也是唯一的一次被警察抓过的真实经历。其实没有长期住在日本，没有在日本留学生活过，很难有这么多的节点可以在不同的层面和日本人互动，所以就很难深入理解日本社会的底层逻辑。我知道频道许多日友们都很希望能够深入了解日本，甚至希望有机会到日本移居发展，
JPTIP 有十几年的日本跨国人才培育经验，在北中南都设有据点。从学习日文开始，到去日本留学、打工度假或就业，甚至找租屋 ，JPTIP 在日本有众多的合作学校和合作企业，可以全方位而且一站式的协助处理。重点是完全免费，不会向求学求职者收取额外的服务费或中介费。想前往日本发展的日友们，千万别苦了自己，交给 JPTIP 全部帮你办到好。另外，也跟日友们报告个好消息，近期有打算去日本发展，或是想要进一步搜集情报的话 ，JPTIP 10月5号在台中、高雄，10月6号在台北微风南山艺文中心举办实体的博览会。当天可以和日本学校、企业面对面咨询，现场也会有专业的顾问为大家做咨询哦。活动完全免费，赶快报名吧！另外，小小透露一下，我也会特别出席台北场，下午2:30到3:30会在会场跟大家分享我在日本求学、求职生活的经验。这也是我第一次举办线下活动，欢迎日友们来到老雷。参加活动达成条件，还有机会抽到日本单程机票、知名饭店住宿券、行李箱等多项大奖哦。详细资讯请参考资讯栏或搜寻 JPTIP 留学展。说回第一次被日本警察抓，那时候我住在东京品川区西武反田，最近很红的地面师真实案件的那个旅馆还习惯，距离我当时住的地方走路大概1分钟。休蛋姐嘞，今天要讲的跟地面师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那时候我爸妈来东京找我玩，住我住的地方。台湾人来日本玩，最常听到不适应的地方就是在日本吃饭，青菜量太少了。而日本又不像台湾，还可以加点个烫青菜之类的。那天晚上，我爸妈想吃水果，我骑着脚踏车到车站附近的东急超市去买水果。买完水果后，乖乖回家。我家附近是个静巷，平常晚上根本没车也没人的那种。骑到距离我家的最后一个路口，接连接待了几天，真的累了，就想要赶快回家。欢景嘛，波浪啊！我就稍微减速后，准备骑过那个路口。我家就在前面，正准备过那个路口，突然有个警察冲了出来，把我拦下来，问我说：“你没看到地上那个 tomare 吗 ？tomare 就是停止的意思，有 tomare 的标志，就一定要先停再开，不管路上有没有车，有没有人。”我自知理亏，也知道跟日本警察挥这些没有用的，马上承认自己的确是犯错了。确实应该完全停下来的。警察看我虽然犯错，但是态度良好，又看了看我的在留卡，确定合法居留身份，所以也没有特别取缔，口头告诫一番就让我走了。后来上网查才发现这件事其实非常严重，根据道路交通法第119条，可以由警察告发，检察官起诉。虽说实务上通常脚踏车的初犯不会被起诉了，但一旦真的被起诉了，是3个月以下的惩役，50000日币以下的罚金，还会留下前科。平常我很少骑脚踏车，这也是我第一次没有停就闯过那个路口，就真的被警察抓到了。老实说，我觉得还挺幸运的，不只是没有被告发，更重要的是在我在日本发展早期的阶段，日本社会就给我这么好的机会教育。虽然我们台湾人常常羡慕日本交通井然有序，但在这里面除了日本人可能比较高的守法意识，我相信日本政府的严格取缔执法绝对也是重要原因。那天台湾朋友到日本旅行，我请他吃饭，突然发现日本社会规矩的潜移默化真的超可怕。随着我在日本待得越来越久，各种条条框框不知不觉变成自己的一部分。在东京某间很好吃的洋食餐厅，其中汉堡排套餐菜单的图片，热腾腾的铁板上面有汉堡排、鲜嫩的荷包蛋，周围的配菜有玉米、绿花椰菜、炸薯条，附上洋葱汤，主食还可以选白饭还是面包。这时候我朋友让我帮他问店员，如果配菜不要薯条，可不可以换成绿花椰菜？我第一个反应是这闹柯林啊，日本的餐厅，特别是越有规模的餐厅，越不可能帮客人做这样的调整。当然，很小的个人经营的餐厅，或许还有可能可以问问看。总之，我花了点时间跟朋友说明日本的这种条条框框，但朋友还是不相信，坚持要我试试看，问店员。最后真的架不住朋友的拜托，只好尺度爆表的问店员。说实在的，真的没问，因为问了跟没问一样，啊就没可能，
而且在我问了以后，店员那一脸不可置信的神情，那个眼神好像我说了什么离经叛道的话一样，真的好想挖个洞钻进去，金价就更小耶。但这可不能怪朋友，因为文化就是不一样。在台湾去买便当大多都可以选配菜，就算不能选，如果不想吃什么，比方说想要把炒洋葱换成高丽菜，大部分的便当店应该都愿意让客人这样换。总之在台湾，特别是服务业临场的客制化真的非常有弹性。但日本就不是这样啊，每个餐都有 SOP， 顶多客人说不吃什么，比方说我朋友说不吃薯条，那就帮你把薯条拿掉，但你要他把薯条换成青花椰菜，日本的店员就当机了。关于规矩或 SOP， 台湾跟日本真的差太多了。台湾人强在临机应变，脑筋非常的灵活。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在台湾买手摇点奶茶去冰，店员去冰后还会再帮你补成满满的一杯。但是在日本，大多数的店如果点去冰，去冰完大概就只剩下七八分满，真的就只是去冰。当然去不去冰，奶茶的总量不变，也不会因为客人去冰所以奶茶就多给一点。究竟哪个更公平更合理呢？这就要说到对日本社会我归纳出的三点分析。首先，比起那些无视规则擅自行动的人，多数日本人更能接受照本宣科不知变通的人，不像在很多文化不懂变通反而是不能被接受的。其次，日本社会更倾向以当下的社会角色塑造对自己的身份认同，就好像在日本社会制服非常普遍一样，每个人都在努力扮演好当下的社会角色。比方说请客户吃饭，扮演的就是某某公司的接待人员，但去接小朋友放学的时候又会切换成努力扮演好父母亲的角色。社会的角色的优先顺序在自我认同的前面。你说这不是理所当然吗？诶，还真不是。在很多国家，首先是对自我的认同，然后才是对某个社会角色的认同。自我认同是复杂的集合体，包括在哪里出生，在哪里长大，信奉的宗教，族裔的认同等等。所以遇到需要价值判断的时候，自我认同和社会角色认同哪个先哪个后，所采取的决定跟行动就会截然不同。第三，从刚刚说的社会角色出发，日本人更倾向由社会角色来界定人际关系。在店里，店员和顾客的关系就是店员跟顾客的关系，所以日本人一方面在尽可能的扮演好店员的角色，维系跟顾客的良好关系，同时也在确保一切控制在店员与顾客关系的边界里面。也就是说，表面上看起来日本人不知变通照本宣科，但实际上正因为他们在认真扮演好被要求的社会角色，努力按照剧本演出。以演戏来比喻，日本人绝对不是演技不好，他们只是忠于剧本，避免即兴发挥。但相反的，日本人擅长快速切换扮演好不同角色，然后愿意花一辈子努力琢磨怎样演好这些角色。而且逾越界限的代价，特别在法律层面代价非常高，取缔执法非常严格。当然跟之前常说的一样，日本1亿3000万人绝对不可能每个人都一模一样，以上只是根据我的观察跟经验推导出来的泛化分析。各位日友们，跟日本人这些条条框框打交道，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验呢？欢迎留言分享。最后再推广一下，10月6号在台北微风南山艺文中心下午2点半到3点半会出席 JPTIP 留学展，也欢迎日友们啾啾到老嘞。也请顺便按个赞，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，给这个小频道一点温暖和鼓励。另外频道会员专区已经上线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支持创作更多优质内容，让我们一起用知识的力量改变台湾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